你哪生意的？一招排山倒海，嚟翻个射打七寸。你系名学生哥，三次被老师 KO 咗。今日嘅上昼，有佛山财经学校嘅学生发嚟呢几段视频，就话今日早上上课嘅时候，有学生喺教室被老师殴打。咁而另一段视频就可以见到，呢一名老师喺教室嘅出边嘅走廊追赶学生。